大家收睇，今日咧就系决赛之前嘅最后一场比赛，当然又紧要啦。而家个观众席系未满嘅，不过收到消息话咧，球场出边啊排晒长龙，应该系冇问题啦。唔知赛事本身咧，第一回合个结果对两队嚟讲真系参天共地啊，搞到今场好似例行公事咁，到底系咪真嘅咧？背景啊够晒壮观啦，唔知道球员会为我哋带嚟一场点样嘅比赛呢？睇你呢下啦！辛辛苦苦追个波翻嚟，不过最屘系拍咗 Q。你呢种比波啊，够晒效率啦，不过可以再做好啲。卢卡古成个俾人撞开咗，波而家喺卢卡古度，你好明显要判罚球噶啦。试下压埋去啦，有机会跳起一顶，完全冇威胁嘅。整腳直得唔得先？危機暫時就叫做解除咗。呢個直線靚啊！個波向前傳，卡榮克力量夠啊，贏咗啲球。個波傳向左翼，出界啊！個波傳咗入去啦。球证吹鸡犯规啊！系噶啦，系要攞牌噶啦。系啊，有好多人一落场咧就好冲动嘅，一啲后果都唔谂嘅，好似呢个罚球就系咁啊！淡定，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，机会啊要自己创造嘅，其他球员都应该学一学啦。卢卡古有队友等紧接应啊，讲得好啊，不过送个波俾对手啦，要后除一摇搞掂，入咗啊呢个波，喺上半场嘅最后阶段入波，个 timing 完美啊，简直传得靓啊，嗨一嗨就入啦。嗱，佢顶呢个波嘅时候咧，佢够晒果断啊，结果咧对手唔够佢争。重要的比赛第一个入波亦都特别重要的，起到脚了，球证鸣笛表示上半场结束了。喂，这球啊真的可惜啊，横睇掂睇，左睇右睇，上睇下睇都应该入的。第一场呢他还是领先的优势的，不过来到上半场这场波就挺打击信心，希望下半场讲不同。来到下半场了，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剩低45分鐘，他哋應該咧係積極啲，冇阿險追翻呢個比數啊嘛。巴里斯直接長傳，謝拉特好，而家一個傳起腳，一個冇法子能夠挑剔嘅入波啊！入波，入咗追平比數嘅一球啊！咁多空位，咁多时间，真系点射都入啦！又无论咧对手啲后防咧几差都好啦，呢个射波咧本身都系冇得弹嘅。系时候要禁制换人噶啦！啊，而且两边一齐换波，一口气又换咗两个人噃。呢个换人都相当破釜沉舟啊！而家两队啊相差两球啊，可以 feel 到佢哋冇晒压力噶啦，想赢几多都得啊！
波飞咗出嚟，边度会追到先？佩奥尔踢咗个波，好机会嚟，弹得入去啦！传咗个地波过嚟，啱啱先话失咗波，话口未完就立翻翻嚟啦，个波出界啦！个波而家喺卢卡古度，呢球波过唔到啦。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咧？卢卡古入波，呢个波入咗啦。曼联唔放过咧，对手比失咗个波，一攞咗个波就即刻可以反击。呢场波睇嚟仲有得踢噶，呢球波揾到机会啦，不过又要兼顾进攻，又要兼顾防守，唔系几易啊！有空准备要射啦，入波啦，入波！哇，喺最后一刻追平啊！对手都叫你射咯，咁梗系攻劲不如从命啦。呢个波系射得靓嘅，不过咧都要赞下比波佢嘅队友啊！最后的鸡声响起，努力了咁耐，终于有成果了，而家只是剩下决赛啫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收睇决赛。而家就进行紧啲赛前仪式，球场嘅气氛咧就非常之好噶啦，观众席上面咧啲 fans 好落力咁打气啊！我哋好快就收到咁赛事嘅消息噶啦，所以请各位咧忍先，感受下呢度嘅气氛，然后再欣赏咁精彩啊！呢一个球场系地区最大规模嘅球场之一，你有冇入啊？喂，中距离射门呢啲嘢咧，唔系话净系得个大力就得噶。
一个长传啊，上前抢龙门嘅个波，而家喺哈利简尼度。分去右翼度，马勒多纳、奥斯卡、简迪、卡荣亨、碧咸解围成功，有机会打反击啦！追住个波啊！哈利简尼、奥斯卡为脚直线出咗界啊！佩奥尔攞翻个波，踢埋上去，碧咸好传到俾个目标啦！寇精明钉呢一场精彩嘅决赛啊，已经踢咗一半嘅波。机会不是没有的，但是真的硬是入不到波咁解啫。呢场波暂时都算好看的。嗱，决赛啊，踢咗一半啦，喂，有咩高见先？啊，两队都好似挂住咧决赛呢件事，所以踢得好紧张。睇下喺半场休息嘅时间咧，教练可唔可以谂下计啦？嗱，今场嘅埋门都唔少啊，不过咧个比数都系冇喐过，都仲系零比零。比赛嘅尾四十分钟开始啦。下半场开波，两队咧仲系未分胜负，难分难解个只啊！碧咸、侯克一脚地波送入去，迪利亚里都系时候试多啲花神噶吓，不妨可以试下喺中路俾啲长传啦，俾啲唔同嘅攻势，睇下开唔开啦，俾到波前嘅队友啦。嗱，个波嚟到碧咸度啦，大脚解围。碧咸结果无功而还啦，起到脚啦，入波啦，入波！呢一个系咪个好开始呢？奥斯卡完全知道队友咧系会俾个波佢嘅，佢入波就只要咧唔好越位就得啦。喺咁重要嘅比赛，第一个入波亦都特别重要嘅。啲人话决赛边个最好波啊？入波咁咪最好波咯！嗱喺呢个时候咧，压多啲人上去咧，啱嘅，因为尝试咧想追平啊嘛。后有机会射啊！如果头先入咗，咪领先两球咯。真系好似死过翻生咁啊！不过睇佢哋个样咧，好似仲未惊完。好波啊！喺右路突破到啦，而家会点咧？点点咧？入咗呢个波。入咗啦！原本以为输紧啦，而家又平手，喺嗰一个位置真系冇乜可能失失啦。嗱，呢个比波咧睇落就易啦，但其实要好有足球智慧先至入到噶，一啲都唔简单。呢场波嘅形势真系不射噶啦！喺嗰个位置真系点射都唔会失噶啦，简单过头啊！系完全唔明咧，点解佢哋会走甩呢一个射得之人，简直系明知故犯。呢一队经已将比球证表示比赛结束。